系沙糖吉啦，我哋部门咧嗰个新嘅打印机到咗啦，旧嗰个打印机系好嘅，咁我几时放过去你嗰度比较方便啊？都仲好好用噶，暂时唔攞过去住啦吓，唉，沙糖吉啊，仓库地方啊寸金寸土啊，你放个打印机系个好牙钉啊！我翠翠地，我帮你处理咗佢，我抵谂啲吓。系呀，邓主任，你粗重嘢，边由得你嚟做啊？嗱，我咧平时每晚咧都会喺屋企加班嘅，咁啱你要用打印机，都系我攞翻去啦。老主任，讲个先例后到好啲，明明系我攞先噶。邓主任，我有正当用途啊。我理你正唔正当啊？反正我攞先嘅，我有正当用途啊。我攞先。咩嘢事咁？ 常总，哎呀，死咯！你好地地嘅打烂咗喎！啊，常总，嗱呢度，根据公司财产保护条例啊，损毁公司嘅财物咧，要按照原价嘅5倍。 5倍罚款喎！老主任，我明明系帮公司处理废旧物品，系你喺都要叉只手埋嚟抢，你抢下抢先跌噶。根据公司财产保护条例，我认为咧就常总，我23岁就入公司创建，打下呢个江山，兼保住呢个江山，我系点样嘅为人，你好清楚，你冇理由罚我啩。Let's go。 常满，如果你记性好嘅话，你应该仲记得当年系边个力排众议喺芸芸嘅候选人当中投你一票，举荐你上去做老总呢个位嘅嗬。我认为呢个处罚，容我斟酌一下，我一定会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咁俾大家一个交代嘅。 边个啊入嚟啦？常总早晨。早晨。哦，系啊，今朝早咧就有一份文件，你要签一签嘅。如果你唔签嘅话咧，我就冇办法去核对下。沙糖吉，做得非常之好。我头先响你执垃圾嘅动作里边，见微知著。 睇到你对公司嘅关心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提拔你。提拔我？点样提拔我？我决定任命你做常满办公室秘书科科长。<笑>因为你身好似。 都几，仲有，你在兼任公司损坏公物处罚委员会主席，专门负责阿邓主任同阿老主任今次损坏公物嘅事情嘅处理工作，下次佢负责交俾你。<笑>啊，咁阿常总你即系整蛊我啫。 啊死啦！咁棘手，单嘢点处理啊？沙糖吉，老主任你好啊！哎呀死咯，你块面多咗咁多死皮嘅。不过放心啊，我嘅闺蜜咧喺澳门买咗2套 SKV 过我，多出嚟一套送俾你。 SKV 送俾我，唔得唔得，咁贵重。 你唔收啫，睇我唔起嘅啫噃。我大大话话咧，出嚟做嘢咧都20几年噶啦，冇咩人睇我唔起噶。你系咪开呢个先河先？唔系，我唔系睇。咁多谢老主任。哎呀，咁先系 friend 嚟噶嘛。嗱，我同你讲啊，打印机嗰单嘢咧，真系啊等法唔啱噶。我相信你一定会作出呢个公正嘅处理噶。SKC 4、5、第6。沙糖吉，等吧。咁努力喺度学习啊！系咯。嗱，我问下你啊，你知唔知阿常满做老总做咗几多年啊？唔系5年咩？咁你知唔知？
系边一个强烈咁样拱佢上去做呢个位啊？知你今日咧打冷嘢嘅时候讲咗噶啦，系你啊嘛。醒目，我作为公司嘅三朝元老，喺公司嘅地位举足轻重，我可以轻易咁样拱一个人上去，亦都可以轻易咁样扯一个人落嚟。继续学习，我唔阻你啦吓。记住啊。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想问一下两位前辈，是不是对于昨天这个事件呢是有争议的？没错。哇，那就啱了。根据公司财产保护条例最后一项讲到，如果当事人对处罚有争议，本条例起草委员会享有最终的解释权和裁决权的。起草委员会，你们自己看看。我又查过资料的了，这个委员会已经解散了。咁解散了的话可以找回啲人的嘛，还生勾勾的。据我所知呢，这个委员会就五个人的，有三位已经退休了，剩下那两位就是你们了。咁请问两位，我应该怎样处理呢？关于打烂了那个打印机的事，我有了重大的发现。神总啊，你重庆发落啊。我仔细检查了那个打印机，发现到上面原来没有公司的条形码，好可能是上一任的老总留下的私人财产，而当时呢又赶住用，一直没拿走的。哎呀，那严格来讲即是说不是公司财产的。这样的话即是不用罚我们了。上总啊。哎，得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跟我入办公室，有些事跟你说。那份文件要改一改的。上总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财产天号的？那部打印机其实是公司的财产来的。上总，我昨天登记打印机资料备案的时候，明明有财产偏好的。我知道啊。咁你又话系前任总裁嘅私人财产嚟嘅？你系咪好想睇住佢两个继续咁争拗啊？搞到公司上下鸡犬不宁咁啊？唔系。沙糖，系时候教你做人嘅道理啦。响职场里边，往往淡化矛盾比寻找真相更重要。更能够团结公司，使大家一心工作，努力向上。我明啦，上总。但我有一样嘢，我仲想咨询下嘅。咁我而家仲系唔系秘书科嘅科长啊？随时烧包肚，上抖音，认准 logo， 搜笑口组。